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首先是恭喜广东的老师们啊，你们中招了，你们这个暑期没得放假啊，全部回学校看小孩去。什么事呢？就是这一波全国搞暑期托管嘛，暑期托管里面刚开始看，哎呦。好像广东还没有啊，谁知道这个周末你看，马上来啊，说来就来，就广州和深圳就这两天陆续宣布了，就是也是决定开展啊，就7月11号，深圳市教育局正式宣布决定开展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试点工作，然后广州。是7月10号更早啊，两个城市纷纷跟进，唉，这显而易见的，我告诉你，其余几个城市都会陆陆续续跟进，什么呢？因为还有时间，它的开班时间是7月19号到8月20号，分两期啊，那一头一尾留点时间给你们折腾去。留点时间给你们玩一玩啊，缓一缓，啊，或者说做学校也要做其他开班的工作啊，或者说收尾啊，或者说8月20号之后他又要搞一点就是开学的工作嘛，那基本上你就没得放假了。然后因为7月19号才开班嘛，所以现在还有时间啊，我预计包括佛山、东莞、惠州。中山等地也会跟进，为什么？很简单啊，第一个政治觉悟啊，你们有没有政治觉悟？你看，哎，人家那个事搞了，你不搞，哎呦，你想想那个领导，现在我告诉你，全国上下所有部门呐，大家是不太清楚习近平在搞什么的，大家就是猜明白不？就是哎呦，也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不知道习近平在搞嘛啊！但是一个指示下来，刚开始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慢慢，你看刚开始是有什么北京呐、几个城市先响应，然后大家又看看这怎么回事啊？要不要跟呐、啊？没人，我没，如果没什么，我们没事找事，又不要搞啦。谁知道哎呦！不是哦，你看，哎呦，广州也跟哦，深圳也跟哦，到时候我不跟行不行啊？我不跟会不会到时候一个帽子扣下来，说你工作不积极，人家广州、深圳都带头了，你这东莞怎么还不上啊？你人家都做了，你怎么还不做啊？你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对抗中央啊？哎呀，是吧？他就不敢啦，大家都是随大流。你说问里面那些领导，深圳市教育局领导，或者说是，东莞市教育局领导，你问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搞个暑期托管啊？他们不知道啊，随大流呗，人家搞我也搞啊，那这是怎么知道啊？搞来干嘛呀？这个东西，那没办法，你也搞我也搞啊。这我预计呢，因为还有时间。预计到最后，主流的全国的一二线城市基本上是全覆盖，啊，是这么个情况，啊，这说是试点，这不像试点，这像全面铺开，这像试点吗？你看人家房产税那是试点是吧？找个上海、重庆两个是试一试就试了10年不敢动，那这玩意一推就开，证明呢里面。是有很多方面的，一个肯定是有赚头，我告诉你，肯定是有赚头。里面因为他最后学校可以外包的嘛，他先把服务拿过来，学校先干，干完了他到时候暗戳戳里面再找志愿者去外包啊，然后或者说找专业机构外包啊，专业人员啊，以退休教师啊等等的名义，或者说是社会专业人士的名义。让他们去干就行了，但是利益就变成了全在学校这里了。我告诉你，托管这一块
本来是无主孤魂来的，就没人管的。我好多朋友认识都有做这个业务，就是在学校周围嘛，做什么午托、晚托啊什么的，然后暑期托管呢。这个生意本来社会做得红红火火的呢，大多了去了做的人呢，本来是个大生意，那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啊，反正。上面是给了指示了啊，你们全部收归国有啊，全部由学校来干。这玩意呢，变成了又有利益，利益又显而易见，能获取利益。另外一方面，上面有政治任务啊，那两方面重合，所以他就推得特别快，明白吧？有些东西下面不一定响应，比如这土地财产改革。那就搞得慢一点呗。那你这个下面利益也一致，然后上面也给指示，那一凑合，那推得特别快。之前这一块很烦，地方政府不想管，因为管了觉得很麻烦，不想管。但是现在既然是上面说全部收归国有，那就全部国有干咯，因为管他也不好管。这个你以前不知道发什么牌嘛？这个行业，是发的培训机构牌呢，还是发服务机构牌呢？那都搞不清楚啊。反正就折腾了好久，那现在就一锤定音啊。我们先个。看看他怎么说啊？这个深圳市，我们看一下广东两个市里面怎么说啊？你看深圳市在全市10个区，你看都不是试点，一推就10个区全推，这哪里像试点？这就直接就开干啊，全部开干。然后呢，这个不含深汕头那边啊，深汕特别合作区。你看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协同其他部门，也就居委会啥的，优选社区或者其他机构，也说了可以跟专业机构合作，那就其实这玩意就是收归国有来干，然后具体干到说我可以外包给你新东方，外包给你啥啥啥，好未来可以再以合作的方式，以一个什么。就是反正他有很多名义的嘛，开展合作，然后最后做的不用学校来做，但是变成了校长分大股，大股份，占80%，然后你们吃小头去，这是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，这是这么回事，然后试点开展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。然后后面就一直干了，我告诉你就全没了啊！你们民间不用干了，具体开放学校数量和布点，由各区结合实际情况确定。那就全放权，让你们搞。如果一放权，下面搞得很快的，有利益嘛？那时间7月19到8月20，那而且他已经配套了嘛？配套啥？就是。把民间的打死！我这2天还看到北京有一个8家这种培训机构啊，8家培训机构老板直接抓进去，老板直接抓了一批人，那就是民间的不让你干嘛，你不让你开班嘛，说了暑期要减负，然后把民间的打死。谁开班谁抓谁去，然后学校自己干，就这么个趋势啊！现在，以看护为主，而且你看给的空间很好，看护为主，学生家长自愿参加，这个自愿啊，我告诉你，基本上你看嘛，那小时候你参加过学校的春游秋游吧？参加过没啊？那参加春游说的也是志愿呢，那你没几根毛不参加的，你自己看看呗。
就跟学校春游、秋游，或者说是，有时候学校捐款啊，叫你们捐款给贫困山区，那有几根毛能不参加吗？你看呗，就一样道理嘛。你现在说是自愿嘛，你能不自愿吗？你有不自愿的这个基础吗？班主任一喊，然后我，他说什么？学校不组织学科培训啊，不集中集体授课啊，我可以发材料吧？我可以发材料自习吧？自习可以上来私下问嘛？一个一搞，那基本上就你要整你来自愿，那有10,000个方法。明白吧？要整你们家长自愿，有10,000个办法。里面也实际上，你从老师的角度，你不安排点东西，那学生在一天干嘛呀？那他也没事干呢，对不对啊？你天天看电影，也看不了那么多电影啊。天天看点电影，或者说组织其他更麻烦。你要知道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，要组织什么包一下粽子啊，或者包一下饺子，组织活动啊，活动更麻烦啦。牵涉到包个饺子，你不要钱，要不要买菜呀？那包了能不能吃啊？那有没有检验检疫卫生标准呢？这些都麻烦，明白吧？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，最简单的就是发几张试卷下去，该干干。干完，我传个标准答案下去，自己对答案，这是简单粗暴，明白吧？哎，很多时候有一个管理需求，然后要个整，你这一天下来，你不安排点工作，过不下去的，那学生怎么过啊？那闷死了。所以事实上。那肯定各个科目老师都要参加，什么体育老师参加一下，语数英参加一下，肯定要的。那老师刚开始可能有点抵触，但是后事实上，哎呦，反正学校校长会做你们思想工作的啦。我告诉你，哎，你是不是不配合，不听校长的话？下个学期你不要教初中了啊，你不要教高中了。或者说，你不要教六年级，教一年级去。老师是对抗不了学校的。你虽然说不强制学生老师参加，每个老师都想升职嘛，每个老师都想跟领导打好关系嘛。你说你看个六年级跟看个一年级，你说一不一样嘛？那谁都想看就稍微。有自觉性一点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你或者说叫你带个好班跟带个差班都不一样的，带个重点班跟带个全部最差的，是不是？那有办法要整你的，校长照顾，很容易的。那所以一个单位办公室政治，学校也一样。要给你穿小鞋，办法多得很，那所以给有时候给你排班呐、方方面面排个好一点，排的差一点，那所以老师与其拒绝不来，他也会想的，就说，哎呦，这个学期呢没有准备好，大家帮帮忙，好吧？下个学期就跟社会机构合作，很快你们还是恢复正常。还是可以放假啊，这个学期呢，大家辛苦一点啊，就是以帮帮忙啊，那有的就，哎，行，哎呀，校长叫到了，哎呦，来，大家干吧，那就过去了。你以为那没有那么多事儿啊？你以为找个工作这么容易啊？现在，那这一来二往就搞定了，那这个事情就搞定了，老师拒绝不来。那不如学会享受嘛，对不对啊？社会反正就像这样嘛，那干脆它就变成了竞争。到时候，哎呦，人家你看，哎呀，这个班搞得很好哦，
啊，全部来哦，很认真哦，各个小孩坐在那里坐得很好哦。哎，陈老师这个班很好。哎呀，喂，王老师，你这个班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这个班怎么七零八落的，这个都不参加呀？啊，又怎么这么不好看呢、啊？哎，人家哟，这里很多活动哦。哎，你王老师这边也天天看电影，啥事不干，这行不行呢、啊？要想点办法。哎，你压下去，那老师啊，老师也压下去，那就贯彻下去了。学校就是这么个系统，我告诉你，很好玩的啊。所以就是，包括学校，就任何单位都是这样，领导可以拉一下员工之间对比。哎，你看那老小王这么积极，你要向他学习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跟人家搞得这很好啊。哎呦，跟居委会、社区志愿者合作啊，搞得很好啊！你看，哎，你要多姿多彩呀，你要跟人家学习，你这个，人家一班搞得不错啊，你二班怎么搞的啊？哎呦，反正我一想到怎么搞了啊，只有那小清新，只有那玩意儿，你人家中共产党说啥就啥，你就全信啊，照单全收。人家说自愿，你也自愿，哎，人家说不补课，你也以为真不补课，是吧？哎呀，反正好玩啊，这个就全贯彻下去，然后整合资源，你看都说了啊，什么大学生、高中生、志愿者、退休职工啊、家长义工等等，那不神经病嘛？这边你说要给家长减负，给家长解决。托管问题，那边你又搞个家长义工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啊，所以就很有意思啊，他搞的东西，又要既要这要又要啊，试点学校，哎，这个最关键，可以合理收费啊，怎么叫合理呢？现在上头有命令，说了这个东西要大规模开展的时候。收费这方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问题啊，大家尽管干，啊，你该干的干，啊，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免收费用没问题，啊，这申请交上来，啊，这钱不是问题，哎呀，家长要搞定，家长，喂。老师就像我都说了，像以前那个春游秋游一样嘛。哎呀，这都是无数的经历，是不是？你说，哎呀，我没钱，我秋游不去了，那个这不好玩，那是搞着全去了，学生也一样，老师也一样，全是一套下去。保证疫情防控啊，这些都是啊，较多家庭面临无人照顾嘛，啊，你看教育局此举深得人心呐，非常好啊。啊，你看就开始表扬上面的嘛，啊，开始就是你看在校教师也积极欢迎呢，啊，你看搞几个典型，那不容易吗？是吧？下回你看，配合得好的老师升官发财啊，升做主任，升做学科主任，啊，年级组长，加工资。那开玩笑，你这次不配合，那以后没得你玩啊！以后不嗯，掺你玩啊！嗨，要搞你分分钟的事情啊！教育部，你看啊，现在已经全国推开了啊，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南京等等啊，广州也是，广州11个区，全市11个区全覆盖。那都是这样啊，反正都搞下去了，满足双职工家庭需求啊，要其中重点呢、啊、是放在越秀区和番禺区，要更大范围的开放，更深层度的探索组织实施，服务模式、服务内容方面的经验啊，得搞多姿多彩的啊，想办法。上面教育局领导，指一指校长，校长指一指老师，老师指一指家长，哎，完了啊，没有你们学生什么事啊？我估计最抗拒的就学生了，学生想放假，那都
运动式的开展开来了啊，全国都这一套。我之前说了，这一块看来推得很快，推得上面下面推得开，有利益，而且老师我刚刚说了很容易搞定的，这不是啥问题，因为估计也就这一次，下次寒假就到寒假了嘛。寒假会妥善解决的，到时候基本上没有你们老师啥事，因为就这次他来不及才让你们上，真的，下次就全外包出去了，没有你们老师什么事。当然难说，哎，要看细胞子心情，他细胞子推开搞这个东西呢，我说了后面可能还有动作啊，我们还要看。反正现在看来很推得开，啊，没下面响应得很快啊，响应得非常好，这个工作做得到位啊，教育部部长是有这个表扬啊，习包子表扬教育部部长，这个工作做得很到位啊，到时候暑期我们今年先这样啊，过去，到暑期呢。啊，下明年不是我们就马上习包子，马上要连任嘛，那到时候就可以组织各种各样活动啊，比如集体背诵习包子思想，上山下乡啊，体验那什么农业什么生活，可以组织多姿多彩的活动，也可以这样非常好。大家又去玩玩沼气池啊，突开，哈哈，把沼气池突开，啊，或者说赶一下麦子啊，走一下山路，啊，这非常好啊，就这么个事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的，后面肯定还有的玩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密切关注它的进展，那先到这边，觉得有点意思，点赞订阅分享，拜拜。